韩国国民综艺节目《无限挑战》于31日播出了最后一集，为长达13年的播出历史画上休止符。节目中满是依依不舍的氛围，主持人之一的刘在石也感性说道：“从2005年4月开始到2018年3月结束，这个节目包含了我的人生，让不少观众看了落泪。”刘在石还表示：“我在这里遇到了好缘分，和罗京恩结了婚，生活得很好。后来也陆续看到了成员们结了婚，我那既大又小的人生都包含在了这里。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